中植中信兄弟在年度行销活动上首度公开主客场新球衣，主场维持一贯的黄色系搭配，但客场却首度采用灰色系当底，还用猛象灰为名设计造型，球衣侧边线条皆为圆弧状，就如同象牙一般。但球团强调，未来每周五无论主客场，仍会穿上胸前绣上“兄弟”两字的中文球衣，维持一贯传统。新的球衣，新的气象，那期待今年兄弟队可以拿下总冠军。谢谢。感觉灰色好像比较修身，然后因为我们看起来比较瘦，然后搞不好看起来就会跑得更快。向来以黄衫军为别名的中信兄弟，新客场球衣改采灰色系出发，球迷难免不太习惯。不过球队队长彭振明认为，各球团都有独特的配色创意，中信兄弟这回有所突破，也希望带给球迷耳目一新的观感。红叶不有完全绿色，也有其他颜色，那蓝米狗也是一样，没有完全蓝色，那我觉得 全部都是一样嘛。对球员来说，球衣的材质和穿起来的舒服感是最重要，那这套球衣事实上穿起来也都在材质上也都非常的舒服，也相信在这样的天，台湾天这样的天气应该会比较凉爽一点。中信兄弟也宣布，将在上半季推出六大主题活动，并将邀请乐团宇宙人为球团量身创作主题歌曲，拿下这一场，希望为球场赛事注入更多元的活力创意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